哎，对，兄弟们，今天哈，我们这个别墅终于定下来了哈。等你们过完年之后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接待你。今天领你们看看这个别墅到底什么样子啊？这个过到时候来的时候，这儿呢会改造成动力的游泳池哈，大概是3米乘8米的动力游泳池。哎，兄弟们哈，我们最终看了几套别墅之后呢，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套别墅，因为这套别墅呢现在。它这个比较成型，只差一点啊。我们到时候然后呢，这个对，领大家看一看啊，这是有点西欧式这种小洋房。然后，来看看啊，一进门是这个，现在它这个装修很好，所以说不用额外的花很多钱了。这个这是到时候整成按摩的这种沙发。然后呢，这是餐厅，是这种敞篷式的，露天式的啊。不叫露天，这叫什么呢？开阔式的。然后一共有4个卧室。啊，完了每个房间配了这个独立的这个洗浴啊，完了的啊衣帽间啊。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也是一个啊，他俩就是共用一个了。是啊，他这个房间。我们去楼上看一看啊，这楼上还有。等你们过年来的时候，就直接联系我啊，然后到时候咱们就在这儿住哈。啊，这楼上也是一个房间，楼下就是小院了，在这儿啊，再放两个椅子。晚上一坐喝个小酒是吧，楼下一扒眼就能看着，完了得把它给敲掉，你不敲掉这扒眼都看不着这个比基尼美女哈，在这看比基尼美女。嗯，行不行啊兄弟们，这个房间是咱们已经全款买完了哈，等你们到时候来的时候啊，就直接联系我就好了。有这个，咱们那边有民宿哈，阿卡亚迪亚的民宿给你们看过了哈。完了这儿呢，这就是以家庭或者小型团，到时候这儿再打两个房间，是不是啊？就在有家庭团或者是几个兄弟哈来巴提亚玩的。就完全这个小房子就足够大家用的了，到时候我派车上飞机场接你们是吧？小别墅一拉，晚上找几个泰国的啊漂亮的女导游，是不是？就可以在这儿坐，在这儿吃，在这儿 happy 了，想想都很兴奋，是不是？麦大哥，到时候啊，直接拉着我们的这些啊泰国小导游，就直接给你干过去，举着横幅，是不是？欢迎我李大哥，欢迎我王大哥，挨个儿欢迎一下，直接给你拉到门口，拎包入住，可以不大哥？过完年呢哈，过完年完了不隔离了啊，来回不隔离了，0+0了，你们就可以考虑过来了。现在来的成本还是有点高，现在来便宜不到1000块钱了，昨天我查上海飞这儿不到1900多块钱。但是回去的机票还是有点贵，3000多，主要现在回去隔离，等不隔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考虑啊动身了，已经憋了3年了，是不是？完了晚上我领你们上步行街，有喜欢哪个女孩的先提前告诉我哈，提前告诉我。好嘞兄弟们哈，给你们看一看，这个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哈。